大家好，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家乡环境的描写，来学习存在句与所有句。现在请大家先听老师念一次课文。这是怎那样？那啥伊啥个？咩拉鲁玛古？加里亚里？马鲁阿米？达马杜姆苏瓦？这是怎？马纳尼？กุศลใส่สัปปารุงาสาเมียรารูมาสามูนาเจสเจมารัวอุจานีมาวาจังสู้สูงมาอาศิจูงาซาเลียสามูมาแต่งงานเลือามูมารุมุกูมากระสังูลูมารุอิสานะมารัวตาสาวกูจัดจีสิมาจัวมุสาปัตเกสู้สูงปัสสาวเหล่าละเอียมารุมกูมือมือกันนาอานาปัสสาวเหลือเสืออิสากูปัสสาวเหล่าละเอมือมือ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念一次课文。这是指哪呀？那啥伊啥个？咩拉鲁玛古？这是指哪呀？那啥伊啥个？咩拉鲁玛古？加里亚里，马鲁瓦米，但马杜姆苏瓦，这是指马纳尼。加里亚里，马鲁瓦米，但马杜姆苏瓦，这是指马纳尼。กูใส่ใส่ซาปารุงาซาเมียรารุมาซามูนาเรเซจิกูใส่ใส่ซาปารุงาซาเมียรารุมาซามูนาเรเซจิมารัวอุจานีมาวาจังสู้สุงูนามาอาศิจูวงาซาเลียซามูมาแต่งงานเลยอามูมารุมุกูมักกะซังงูลูมาอิสานะ这一课里写到日氏子部落的地名由来，是因为过去这个地区都是泥巴地，积水的地方都长了很多浮萍，浮萍的拉阿鲁哇语是日氏子，所以人们就将这个部落命名为日氏子。在原住民的地名中，这是很常见的命名方式之一。课文中写道 ：“Giariari maru tamatumusua rishizu manani Giariari maru tamatumusua rishizu manani。”这里的“马入”就是存在、拥有的意思。例如，马鲁啊，扎吉西苏苏姆，马阿西亚祖翁啊，萨利亚萨姆，马鲁啊，乌扎尼苏苏姆，马阿西亚祖翁啊，萨利亚萨姆，马鲁啊，达绍古扎吉西，马鲁啊，达绍古扎吉西。马鲁但马杜姆苏啊，扎勒戴旺呢？马鲁但马杜姆苏啊，扎勒戴旺呢？另外，马鲁这个动词也可以表达在、住在的意思。例如，阿塞那伊萨马鲁萨利亚阿瓦乌乌鲁，阿塞那伊萨。马鲁萨利亚阿瓦乌乌鲁阿萨玛萨阿罗亚西马鲁尊萨圣啊阿萨玛萨阿罗亚西马鲁尊萨圣啊。
当我们要表达存在某些事物的时候，中文翻成有，其实并不是真的拥有什么东西，而是存在的意思，也常常会用以下的句型。マルワ、ササリ。マルワ、ササリ。在这里，マル是动词的角色，是指有蚕存在，并不是说谁拥有蚕。其他还有简单的例子是マルワ、タワシサ。マルワ、タワシサ。マルワ、ルルガ。マルワ、ルルガ。表示有花、有云存在。这样的语法就是以动词マル开始后，后面接着一个主格标记啊，然后再接名词主作为主语，表示存在这样的东西。继续举一些其他的例子，例如マルワダサウ、マルワダサウ、マルワダサウザジヒ、マルワダサウザジヒ、マルワキウウ、マルワキウウ、マルワキウキウウア、マルワキウキウウア。在这样的存在句中，我们经常会在主语的后面补充说明地点，例如マルワダワシサ、マワシタ、マルワダワシサ、マワシタ，或是マルワダワシサ、マウウルガ、マルワダワシサ、マウウルガ。这个组合标记啊，有时也会省略，例如マルダマドムルワ、ザル。妙拉如马沙姆，马如啊，但马杜姆如啊，咋了？妙拉如马沙姆，马如但马杜姆如啊，露露啊，马瓦藏儿马浪一咋？马如但马杜姆如啊，露露啊，马瓦藏儿马浪一咋？地点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例如。马浪一扎又五，马如古扎尼古里，马浪一扎又五，马如古扎尼古里。当我们要表示某个东西是某个人所有时，可以用以下的句子。マルワママイニグ、マルワママイニグ。一般的规则是在主语名词组后面加上属格形式的谓语。マルワバシトクイサガナアナ、マルワバシトクイサガナアナ、マルワスサトイササガナアナ。马如啊，苏萨德伊萨，干那安娜。如果要加上数量的话，就可以使用以下的句型，或是马如啊，达少古扎吉西，马如啊，达少古扎吉西，马如啊，扎吉西。鸟一撒干那安那，马如啊，扎吉西鸟一撒干那安那，马如啊，嘎拉乌木古乌扎尼，马如啊，嘎拉乌木古乌扎尼，马如啊，乌扎尼，达瓦西撒一撒，马麦尼呀干那安那，马如啊，乌扎尼。达瓦西萨伊萨，妈妈伊尼亚，干那安娜。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一”，一种是属人，或者是属于人化的动物时，我们会使用扎吉西；另一种是属物，
包括动物、植物和东西，我们会使用乌扎尼。如果我们要表示存在句或所有句的否定，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东西，谁没有什么东西，要用乌嘎阿来开头。例如乌嘎阿族啊萨苏姆，乌嘎阿族啊萨苏姆，乌嘎阿瓦西杜古古，乌嘎阿瓦西杜古古，乌嘎阿祖祖玛萨利亚，乌嘎阿祖祖玛萨利亚，乌嘎阿娜娜蒂古鲁古，乌嘎阿娜娜蒂古鲁古，乌嘎阿祖啊乌莱利基西，乌嘎阿祖啊乌莱利基西。如果我们要问人有多少的话，可以用乌比阿伊尼这个疑问词，像是马鲁乌比阿伊尼达萨乌，马鲁乌比阿伊尼达萨乌，马鲁巴比阿伊尼阿萨罗西米西米拉瓦尔阿乌，马鲁巴比阿伊尼阿萨鲁瓦西米西米拉瓦尔阿乌，麦让尔伊萨妈妈尼亚干尼伊娜，马鲁乌比阿伊尼亚麦让尔伊萨妈妈尼亚干尼伊娜。如果我们问人的岁数，除了可以用乌比阿伊尼之外，也可以用代尼尼。例如乌比阿伊尼族啊在西乌，乌比阿伊尼族啊在西乌，或者是代尼尼啊在西乌，代尼尼啊在西乌，代尼尼啊在西伊萨阿玛乌，代尼尼啊在西伊萨阿玛乌，代尼尼啊在西伊萨妈妈伊尼亚甘纳阿纳，代尼尼亚在西伊萨妈妈伊尼亚甘纳阿纳。接下来请大家看着图卡回答老师的问题。甘尼伊纳亚达木吉亚格，甘尼伊纳亚达鲁瓦乌杜亚纳，甘尼伊纳亚伊嘎尔，甘尼伊纳亚嘎拉乌姆，阿萨伊萨甘尼伊纳，甘尼伊纳亚嘎拉乌姆，阿萨伊萨甘尼伊纳，甘尼伊纳亚达木吉亚格，阿萨伊萨甘尼伊纳，甘尼伊纳亚伊嘎尔，阿萨伊萨甘尼伊纳，甘尼伊纳亚达鲁瓦乌亚纳，马鲁啊达木吉亚格，马鲁啊达鲁瓦乌亚纳，马鲁啊达木吉亚格萨达鲁瓦乌亚纳，马鲁达木吉亚格达鲁瓦乌亚纳萨伊嘎尔，马鲁伊嘎达木吉亚格阿尔，马鲁啊达木吉亚格，马鲁伊嘎达鲁瓦乌亚纳古乌嘎阿达鲁瓦乌亚纳，马鲁伊嘎达木吉亚格阿尔，马鲁啊达木吉亚格，马鲁伊嘎达鲁瓦乌亚纳阿尔，马鲁啊达鲁瓦乌亚纳，马鲁伊嘎伊嘎尔古乌嘎阿伊嘎尔，马鲁伊嘎达木吉亚格阿尔，马鲁啊达木吉亚格，
马如伊嘎，达如瓦乌亚那，阿尔，马如啊，达如瓦乌亚那，马如伊嘎，伊嘎日，阿尔，马如啊，伊嘎日，马如伊嘎，嘎拉乌姆，古，乌嘎阿，嘎拉乌姆。接下来我们练习数量的描述。马如啊，乌扎尼达木加格。马如啊，乌苏啊达木加格。马如啊，乌杜鲁达木加格。马如啊，乌巴德达木加格。马如啊，乌里玛达木加格。马如啊，厄那姆达木加格。马如啊，乌比杜达木加格。马如啊，瓦鲁达木加格。马如啊，乌西亚达木加格。马如啊，马舍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马如啊，乌苏啊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马如啊，瓦鲁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马如啊，乌里玛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马如啊，乌比杜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乌嘎阿祖啊，达木加格。马如乌苏啊，乌莱西，乌扎尼达木加格。马如巴德乌莱西，乌苏啊达木加格。马如厄那姆乌莱西，乌杜鲁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马如啊乌巴德达木加格。戴尼尼亚。乌莱西乌巴德达木加格。马如瓦鲁乌莱西乌巴德达木加格。马如乌比埃尼达木加格。马如啊乌里玛达木加格。戴尼尼亚乌莱西乌里玛达木加格。马如马舍乌莱西乌里玛达木加格。这一课教的存在句和所有句，同学们都记得了吗？现在请大家跟老师来一个小小的测验。请看这张图卡，请你搭配黑板上的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答案是马如啊乌杜鲁达萨乌。马如啊乌杜鲁达萨乌。请看老师这张图卡，请你搭配黑板上的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答案是马如乌巴德乌莫鲁乌扎尼达萨乌。马如乌巴德乌莫鲁乌扎尼达萨乌。请看黑板上的主语和中文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答案是马如啊乌扎尼利基西古乌马如啊萨巴舍。马如啊乌扎尼利基西古乌马如啊萨巴舍。请看黑板上的主语和中文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答案是马如啊乌扎尼利基西伊萨瓦纳乌。
Marua Utani Likisi Isa Vanau。 以下有几个中文的句子，请大家练习一下，要如何用拉阿鲁哇语来表达。第一个句子是，我家旁边有一棵樟树，想想看要怎么说呢？答案是 Marua Urao Su Ma Patek Saliaku Marua Urao Su Ma Patek Saliaku。 你答对了吗？第二个句子是，这条溪里没有鱼，想想看要怎么说呢？乌嘎阿乌杜库苏马苏苏姆啊干伊娜，乌嘎阿乌杜库苏马苏苏姆啊干伊娜。您答对了吗？第三个句子是，这里有很多飞鼠，想想看要怎么说呢？答案是 Maru Tam Matumusua Lare Manani Maru Tam Matumusua Lare Manani。 你答对了吗？最后一个句子是，阿玛是很多朋友，想想看要怎么说呢？答案是 Maru Tam Dumasaua Dukuzuisa Amasu Maru Tam Dumasaua Dukuzuisa Amasu。 你答对了吗？今天的空中主语教室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下次空中再见。